刚刚发布的努比亚 Z60 Ultra 星空典藏版，包装附件呢依旧非常的豪华。那这个外观设计大家觉得如何？那正面啊依旧坚持真全面屏的设计，前摄区域的表现和上代呢差不太多啊，视觉沉浸感啊必须是拉满的。这个后背相比上代呢明显更张扬了，进一步拉高辨识度，特别是这个后摄 deco 设计啊，不再是常见的秩序感，整体的辨识度还是拉满的。那更大的镜头盖板设计，更大的红圈点缀，设计语言非常直白，就是想告诉你三颗后摄都很强。那比较好奇的一点啊，是这三摄为什么非得分得这么开？要搞清楚这个问题，我们就得一拆究竟。第一步，关机后取出卡托，双卡上下放置，卡托材质是金属加塑料，内侧有防尘防水的胶圈。第二步，拆卸后盖，加热后划开粘胶分离后盖，后盖呢为玻璃材质，后盖内侧通过裸露位置可以看出后摄 deco 呢是金属材质，塑料内衬通过两颗螺丝和粘胶与 deco 固定，闪光灯、广角、潜望以及电池的对应位置贴有缓冲泡棉，主摄四周覆盖导电泡棉，三颗后摄的边缘呢都设计有线位结构来固定镜头模组。第三步，拆卸主板，三段式结构 ，NFC 线圈围绕在潜望模组的四周，电池上方的散热膜一直延伸至副板区域。揭开散热膜，没有发现无线充电线圈啊。卸下主板区域的所有螺丝，抬起主板盖板，挑开闪光灯排线接口，即可取出盖板。盖板材质呢是金属加塑料，除去 NFC 线圈外，盖板上还沾有闪光灯排线，排线上集成有激光对焦传感器、两颗闪光灯灯珠以及后置的环境光传感器。盖板内侧听筒、广角、主摄以及接口的对应位置贴有缓冲泡棉，部分接口覆盖导电泡棉，对应主板高发热位置呢贴有一小片的散热膜。回到主体部分，电池上方的散热膜穿过潜望模组，覆盖了主板的核心发热区域。所覆盖的主要芯片呢有核心三大件 ：WiFi、蓝牙模块、射频 IC、充电 IC 以及电源 IC。上方前摄位置呢也贴有小面积的散热膜。那现在我们看上半部分就能解答刚开始的那个问题了啊，为什么三摄会分那么开啊？首先，由于三摄都带有自动对焦和 OS 光学防抖，所以每个模组本身的体积就比较大了。其次呢，从三摄内部的这个排布来看啊，显然是刻意拉开距离的。之所以这么做呢，是因为 OS 结构本身是带有磁体的啊，那么刻意分开就是为了让每个模组内部的磁体不会相互干扰，从而保证实际的拍摄效果。掀起散热膜，撕下接口上的缓冲泡棉，挑开两个电池接口进行断电，随后挑开主板上的所有接口，取出所有摄像头。那作为35毫米焦段的坚定用户者，主摄的升级力度还是比较大的，用了更大底的索尼 IMX800， 对 Z60 Ultra 来说啊，绝对是拉满的操作了。毕竟底再大一些，这个机身厚度就搂不住了。潜望长焦老朋友了 ，OV64B。不光是主摄和长焦，努比亚这次连超广角也不放过，升级为底更大的 OV50E， 那妥妥的都是主摄级别的配置。三颗后摄的背面全部贴有散热铜箔，并且都支持 OIS 光学防抖。从实拍的样张来看，整体风格上呢属于高饱和战士，三个焦段的基本素质都在线，白天清晰明亮，夜间纯净通透，并且得益于 OIS 光学防抖，成片率基本不用担心。那人像方面，肤色照顾的不错，加上有细节的质感磨皮，整体呢是能出片的，就是算法的稳定性上还有提升空间。当然，我们测试的时候还没等到新一版的 OTA 更新，后续上市的版本表现应该会更好。其实努比亚 Z60 Ultra 的影像核心呢还是聚焦在人文街拍上，也就是所谓的风格化呈现，自带的 LUT 呢非常丰富，搭配银岩的颗粒感、胶片感、故事感就有了，很容易出片。这次呢还新增了一个超宽画幅，进一步丰富了人文记录的视角，并且呢还支持自定义 LUT 的导入，调好风格无需后期，一键锁定美好，那整体可玩性还是很高的。前摄的升级为底更大一些的 OV2D， 单像素面积有增加。卸下两颗螺丝，取出主板，取下潜望模组的固定框，撕下散热膜，从底边看主板呢为双层叠板设计，但转到侧面就能看出主体部分都是单层结构，仅在接口部分使用了双层叠板设计。主板正反两面的屏蔽罩都有散热膜或散热铜箔的覆盖，薄弱位置呢通过金属片加固，前置环境光传感器、红外发射器和顶部麦克风集成在主板上，主板的 PCB 制造上呢是华通电脑，撕下散热铜箔，清掉导热材料，吹开屏蔽罩，依旧是今年的
旗舰三大件啊，海力士 LPDDR5X 的 RAM， 东芝 UFS 4.0 的 ROM 和第三代骁龙八。那使用骁龙 SoC 外围呢，自然是高通的成套方案了。WiFi WCN 7851，射频 SDR753，电源 PM8550， 全部都是老朋友了。但也有例外啊，充电 IC 就使用了上海南星的 SC856A， 左下角呢还预留有第二套未出料的充电线路，看来是曾经考虑过更高功率的充电方案啊。调开触点除听筒采用常规 AAC1012 规格，中框上发热大户 SOC、 WiFi 模块、充电 IC 以及电源 IC 呢全部填充了导热材料，并且都做了镂空设计来提高导热效率。广角和主摄位置虽然没有完全镂空，但也进行了削薄来降低镜头的突出高度。第四步，拆卸副板部分，卸下副板区域的所有螺丝，取出副板盖板，盖板和喇叭 box 集成在一起啊，内侧接口和马达对应位置呢贴有缓冲泡棉，底部扬声器和上代一样，内部单体是 AAC1115K 规格， box 是其他厂商封装的。挑开副板上的所有接口，卸下一颗螺丝，取出副板，底部麦克风和 SIM 卡卡槽集成在副板上， Type-C 接口的对应位置使用金属片加固，整机一共搭载两颗麦克风，底部麦克风收声孔采用 L 型的防呆设计。取出 Type-C 接口，接口内侧设有防尘防水的胶圈，接口规格直接拉满啊，10Gbps 速率的 USB 3.2 Gen 2。取出 X 轴的线性马达，和上代一样 AAC SLA 0815规格。第五步，拆电池，无快拆设计，酒精配合拆机片取出电池，采用单电芯双接口设计，容量足足有6000毫安时。制造商呢为福建飞毛腿，使用 ATL 电芯，搭配附带的80瓦快充头，实测峰值功率呢是63瓦，1到100充电用时32分钟。上代5000毫安时加80瓦的组合，1到100也需要31分钟。这次的80瓦含金量很高啊，充电效率是有所提升的。最后一步，拆屏幕，加热后划开粘胶分离屏幕。屏幕来自京东方，使用 Q9 加发光材料，分辨率呢和上代一样啊， 1.2K， 120Hz 刷新率。护眼方面，低亮度下是2160Hz 的高频 PWM 调光，高亮度类 DC。那实测手动全屏最高569尼特，全屏峰值最高1002尼特。从目前真全面屏的技术实现来看啊，要想尽可能的隐藏前摄区域 ，1.2K 这个分辨率依旧是甜蜜点。努比亚呢也想得很明白，它的受众对于真全面屏是核心需求。屏幕背面是全覆盖的铜箔触控 IC， 使用汇顶的 GT9916R， 中框上呢覆盖有大面积的散热膜，下方依旧是超薄光学指纹模组，四加散热膜看到铜合金材质的 VC 均热板，面积相比上代有缩减，那可以理解，毕竟骁龙8+3的能效比摆在这儿。来看一下实际游戏的表现，好家伙，三款游戏的帧率相当稳，基本都是直线，这调度呢属于比较激进的啊，相应呢也会反映在温度和功耗上，总体相比其他旗舰机型都有略微的偏高，但差异呢不是很大啊。最后中框采用纳米注塑加 CNC 一体成型工艺打造，中框和边框都是铝合金材质啊。好了，拆解呢就到这里，整机有5种，共23颗螺丝，众思归位。那努比亚作为相对小众的品牌，能坚持走到现在，必然有自身独特的魅力所在。那真全面屏就是杀手锏之一啊！构图更轻松的35毫米主摄啊，也能俘获不少用户的芳心。而这次的努比亚 Z60 Ultra 更进一大步，三摄全部拉满，激进的性能调度，并且还有大容量电池作为强大的后勤保障，那至少核心体验上诚意满满。包括外围体验和系统交互，努比亚的进步呢也很明显啊，当然也希望下一步能够做得更好。但面对现如今各家旗舰的产品力，建议再提提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罗宾，我们下期想拆再见。